这样分级的，我爸给我先买。啊哦，哎，刘小哎，沙朗牛排过来，哎，拍谁？来，沙朗牛排，我介绍完全无骨，都无骨的。哦，水无水，盐块牛，不是组合牛哦。我一包你卖吼，我下讲人卖，我发人直播卖一包卖200块、300块，一包卖300，两包600，赶快爱接下来500块。这两包600、500下来，我接3包500块。老人们讲牛排，牛排哦。我卖卖蘑菇酱、黑胡椒酱，一包10块。哦，一包10块一样，买回来真正的哦，加些米落去啊，落淡落就好啦，足简单。我招商客，一包我送4包500块。个人要食沙朗牛排无？500块。对啊，真正的加一个面，加一个酱，外口都卖500块啊。1200。什么？包回去。哦，清理。个人爱无500块、500块、300块、400块。500。还有一片。这样一片，一包有3片哦。买过来500块。好，那个一片就是外面一块。500块。那个一片就是外面的牛排的分量。个人爱无500块，现在500块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牛小排在牛排馆吃啊。500一份大概280，一份大概280，一包是3份。500有收侪，我买两包无，你一个，哦，250来，你一个，我人要食2包，你一个，试看卖，买两包你一个，无人买两包你一个，250，太多冰不下了，买两包你一个，哇，哇，你一个了，你一个，你一个，你这对啊，上食到好。贵耶，超贵，这样便宜无？好像贵耶。这一包花啦。哦，好贵。这一包花，你插着哦。插着没有？哇，你看，好贵一道。我带你住破山峰。没，今年就。啊，几多钱？六块呢。还有一个，会排。贵哦。好啊 ，Alice， 你要729一份哦，你要200就好啊。公的，你不吓伊？你要200就好哦。张鲁鲁是谁？张鲁鲁你认识吗？我是大姐啊。他要一份牛小排。他一份牛小排。牛小排哦。我跟他说，我今天薪水扣不够了，他已经。哈哈哈哈哈。一份牛小排还是沙朗牛？沙朗沙朗。五啊！他要一份沙朗。500吧。牛小排上礼拜买品质不错，都对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过以前来了，过来我买几尾？我啊，千一千七啦。哈？几尾？这边买几尾啦？千七啦。Alice 要虾仁卷一份。哦，即摆切一尾的手算啊，当初是安怎一工切30？你老啊啦！一工是安怎切30尾好？哎，迄阵一百块山咧，30尾就爱去切，你知无？对啊。哎，杀了最高就杀了37只尾。对啊，啊，即摆切一尾就袂，即摆切一尾就袂砍的哦。切一尾就是什么呀？那天我哥给我加薪，因为我杀了太多的鲑鱼。过来，我贵的哦。过来，我贵尾的无啦。无啊。他说这个怎么卖？好好，等下我卖，我帮等我一下。没有啊，他说怎么卖？切一尾哦。阿姨，你等一下哦，伊切切咧，再一尾嘛。听袂到哦。要一500哦，爱食金，爱食金啦。定金500，等下要来客船，再搁600。
个两箱鲑鱼就是他买的啊，他叫我载回去的、啊。哦。当然不是，他我在那边看看能不能载，要怎么载。该不会骑摩托车吧？对，我骑摩托车啊。那怎么载啊？你来的都不是看我在那边量，他怎么载？我500块的。鲑鱼好像要死的，塞不下来，塞不下来。鲑鱼500块，来，我包好。不行，要500来。来，这，哎，这这里。你来英文课真的会紧张到错散。我钱收了。哎，赶快收了。对啊，他去了，没吃哦。没有啊，啊一份。你以前切37只，他现在切到第三只你就手酸了。我那时候一只才卖还一千而已。还有卖过600的。有600的。那个1000块的都没有在切。他这个在切什么？1000块的切起来都不会累，啊1700切起来比较累。没有，他说1000块没有切，没有在切的啦。来个现来，我爸来。500块，来前面一个来。我现在有500火锅人来不？好，可以。500，来来。这边是黄鱼。我今尾个切切了，我手酸嘛。没了。有人来哦。你爸嘛同款，你爸即摆嘛变偌钱，你爸无想要钱。哎，车来。叔叔不客气哦。你好，好，等下好不？你上来。你爸要上班啊？好，等下。看会出去忝吗？真正忝吗？你看页面。客过，好，我听是受伤啦。小姐，看哪啦？人要去啦。不要。哎，去哪啦。来谁哦？来。哦。被扑破啊！你爱困哦。一个，这三条头500够人来。还够一粒。500。原来边的。这三条500。我能问你们两颗卖。2颗300。喂，无啊。无啊。这两条500。虾仁酱都袂来，虾仁酱虾仁酱要吃虾仁更升级哦，自己点这个料啊，我吃虾仁，我叫一人给200块，料200块。包老少？我来要吃虾仁更的200块。来，200来。虾仁酱你要一份哦，好。200。这个鱼头啊，好，老板。鱼头帮我拿一个鱼头。好，带你喝。好，等一下帮你拿。黑鸭乌河虾。乌。这老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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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酒多啊。够。钱，我带钱，阿妹，我是讲黑大哥，我袂给伊。我几大嘞？来几分钟来？虾仁卷拿几分？蛋姐，我先走。好高哦，高哦！我嘞 ，Alice， 几分钟哇？老来。啊！老来。能包？能包啦！你哪贵的？你哪啊？来500块。留，我刚那个老了。头，我要去平的。这头的。吃头骨。
来，小包白。小杯包杯，小杯包杯水。什么题啊？我还没想麦。还有用这二三的上大只的，二三的。哦，二三的这一颗卖300啦，这三颗拢给你八头的。头的哦，八头。啊？来头了，过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加喊那个。来背包来。不能卖黑啊！我这三盒800块，我加的啦。你三个背包，800。我来背包，背包，你三个背包不能卖。800块，你三个背包，因为一颗就是300，两颗600，背三颗背包。你们要虾子的，无人卖黑啊，无人卖哦。这三颗背包来，这吼两只我都袂卖啊。这个叫龙舌，这回去你家用吹，用蒸的拢好吃，真的。我迄边，我好一斤哦，卖你500几块，算你的就对了。OK， 一斤才。龙舌，上礼拜有卖。上礼拜有卖。叫皇帝鱼，叫半边鱼，回去用吹，用蒸的好吃。啊，接下来，餐厅干那这哦，用吹吹一回，卖用开你800块，上买两只，上买三只，上买三只哦，你一只800、3只，要开偌济？2400，2600。我招一个下来1500人啊，上尾4只1500哩，这4只1500，4只1000块，上尾这5只哩，上尾这5只哩啊1000哩，这5只1000块，1只、2只，这3只，这4只，招一个这5只来1000哩，安尼啦，这尾搁送，一人6只哩啊，一人6只啊，四个人加分分条嘿，这尾搁哩，这尾搁送，这尾搁请我，一人7只，500了。来，一只剩70块啦。听啦吼，伊五块伊较俗个，搁剩个500块，搁剩个无幼齿，加一个骨头尔，有人还无500。啊，吃啦。饭你较食着5块，较食着6。好鱼啊，加食过。较细，好平好食啦吼。搁有人还无，搁能坐500块。最后搁一个500块，搁剩个500块。最后搁一个500，剩个。最后搁一个500块。食一届再讲一世人哦。最后再一个。我吃过，无人爱我吃过两只，最后搁一个500块，我过很爽。我有关机啊。来，阿妈，你讲。哦，来弄鸡啊，来。不要。哦。过来，要弄鸡啊不？2只1500。两只干煎超好吃哦！我们家吃两只有人要吃的，我问一下2500的，2500块的，大只的，有无？来，什么叫鳕鱼的？清蒸鳕鱼、剁手鳕鱼。我跟你讲哦，好，格林的鳕鱼，那个卵丝的，这是卵丝哦。我看过人家卖这个大小的花枝，在南屯，一只就1500了。我这边讲帅爷四叠500。我看过人家卖那个大小的花枝，一只卖1500。有人买不？而且是3年前的价格哦，一只卖1500。所以啊，四叠500个上来啦。还有500块，500块偷偷两个啦。啊来，你先包了吼，来。哦，包一点到。我先不讲帅鱼的500块。再来一个。来，黑鳞一包1200啊。一包1200超黑鳞啊，帅鱼个人还无500块。来，这里下一个。来，换一个来。哦。再来。他嘛够白带鱼啦哦，这白带带了个袂济，我现在带鱼够500人来。对啊，两只7500啊。够人要只鳕鱼啊，边啊来。你袂收水的吼，唔是水刷落去，来够500人来无？500块鳕鱼，500块帅鱼500块，帅鱼500块，帅鱼500的拢有啊，吼够人要只白带鱼头前坐。搞什么叫北段鱼？搞什么叫北段鱼啊？北段问题好无？北段莫烧。那你那看300，伊要按300。300哟，300。300够够，还要买500。好，好。啊，是要买1000？我拢无离买。哈哈哈哈哈。再叫个，再个200嘞。哎，这冷吧，这冷吧。放哦，小心好吗？够，这个冷吧。刘一辉，干嘛够？刘一辉，来，好啊，进来。
子灿早，国庆早，好笑。你遐公公起来。哎，鱿鱼花果人要吃的无？你无挂掉啦？我无挂掉。你是？赶紧吃老就知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创啥？我吃到25岁我就知道了。有人要留一回无？200块，200个有人要吃无？留一回200块，200的有无？奇怪，捡起来了。200个问题在靠。开始我，开始，开始我内底都无要滴，倒出来，倒出来，倒出来，那我够人要滴。500，信心大。200，个人卖无200块，拢有啊吼。啊，坐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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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来袂。过来卖500的，开心。过来200先。来一个嘛。200有无？有啊。过200有无？有吧。有啊。来，给你哦。来，小心。100块的。再一个塑胶袋给我。来，给你。回来100。好。回来100块来。100块来。100块来。100块来，来几包几包几包？我们第4位哦。黄鱼哦。这个几来？来，给你。哎，小心哦。来，阿伯过来，老了不？啊，文姐，来这一个来。我啊，我啊。哎，好，看水晶。哎，文姐，哎，锦锦过来。我啊，哎呀，挂掉了。这里是你的虾仁卷有拿到，这里是你的虾仁卷有拿到哦。什么物件？我俩拢共胖的。虾子来。这个 S 我帮你留500哦，你还没留到。太脏了。就滚。拜拜呀。拜拜。我先买虾来啦，捞几分啦？帮我捞几分，哎，看他够不够？哎，我五百先来。帮你，谢谢你。500块，要打先。500块，我先来500。捞几分？捞几分？捞几分多啊？我先买虾来。Alice 帮你留了，帮你留了。虾子的。虾子都有了哦。黄鱼哦。他们喜欢摸啊。黄鱼。哦，黄鱼先来，黄鱼要大只细只？大只小只黄鱼。我先来啦。虾子人拿去了哦，1000块好不好？来，一千块起啊，500块，来，大只来，两尾两只，大只水的，两尾沙椒来，上来了500块，大只几尾金块，哦，几尾金块，来我少只起来，这四尾500了，一只出125，两尾两尾，这三尾，这四尾500，大只来，来。今天有鳕鱼吗？有啊，干嘛？阿妈也有。阿妈无啊？来五百来。对，这五百。现在五百。快进来！够500块先卖。多少钱？我先要吃黄鱼，两尾来，四尾够500块，现在500块。黄鱼够500，你行。好，要吃黄鱼。假动作。我先要吃黄鱼，500块来，四尾两尾，这三尾四尾够500块，500块。黄鱼够有人要吃的无？500块。谢谢。黄鱼够来500，有人来无？还是收大尾要吃到细尾？够有人要细尾啊？什么秋波啊？这里来。细尾我先卖者，细尾我问看有人来无黄鱼啊？黄鱼细尾我先卖者啦。这个细尾你看就知啊。哦，比哦，你看卖。这个细尾，哎，看有人来，哎，吃些来，一尾、2尾、3尾、500，4尾、500来，4只500，5只500块少钱，500块，哎，然后少钱6只500块少钱，给了500，我吃个细只的无500块，500块够人要吃的无？你们要吃细只的？细只的500无人来，细只的500。朱月昭，来，我唔信这细只的无人来，一尾4只，一尾5只。1234，那 Alice 你的东西留完了哦。我爸没人来哦。我爸哭。哎呀。我爸哭。今天人都不会讲黄语。这谁修了？今天不会讲黄语。这
锅啦，是锅啦，是锅要一千啦，两只哩，四只哩，千块，一千块好不好？500，三位500。个人要食秋菇无？秋菇个人要食两尾，即三尾500块的人来无？500块，3只500。秋菇平哦，鱼啊，即3只500块的人来无？3只500块，无人来哦。剩下后面的这些东西。